这个，咱们走起吧。哎呦，这些弹幕助手对我来说没有用，看不过来呀。我原本以为这样话关了网页会稍微网速好一些，你们看看吧，打的时候卡不卡？卡的话我还得关。露脸直播，可以露小直播吗？我是邻家女孩的感觉。重生我爱你，卡了吗？卡了吗？对阵来，而且啊，有人炉石也起空空宝贝虫这名字啊。大自然。然后有一天，他们给我发短信，我在外边吃饭，他们发短信说，就 QQ 啊，说重生要不要给你爆牌？你竞技场被人家给撸到了，就有个人 YY 直播竞技场打一个人叫空空宝贝虫，我说不可能，我在外边吃烧烤呢。然后就是你们懂的啊。好，然后咱们看一下啊，这次是我自己的，我们把这个风头换了，我提拔熊换了。提拔熊留着，把它换了来。卡吗？我脸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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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脸大又不是我的错嘛，对不对？咱就是脸大嘛。完了，哎，我还有任务达人呢，这法师，过啦。卡不卡呀，同学们？是时候流点血了。卡呀，卡怎么办？我这边已经设置了。到底卡不卡？咱们得把阿玛尼狂战士打了呀。这幸运币跳狼骑兵打他赔了点吧？还是忍一口？该怎么办呢？蛋疼，怎么办呢？点脸过难道是？来，专业点脸过，蛋疼死了，过了啊！哎呦，我有个好朋友，他打这么一场就可能忍了，然后在这个五六费的回合，手牌一把牌被人家给打翻了。哎哎哎，才开始打，我干什么就要跪呀？来，看一看啊。来，狼骑兵把它冲了吧。可以跳水元素是不是？对呀，来，咱们跳水元素吧。改了，我改主意了，我决定把幸运币用掉。本来还想留留养任务达人的。收工了。不，法师是研报改了以后是弱了点，没有关系啊。弱也一样玩，因为我那天选的时候我的任务就是法师赢三场，赢四场啊，还是赢两场的，然后我就选的法师，就是竞技场嘛。感觉运气还是很重要的。水元素压什么场？我要被人家压了，人家场上有个宝宝，然后他马上四费还可以上宝宝。他为什么不接场呢？咱们这次可以上狼骑兵把他冲掉啊。来，欺负我啊。把这个眼镜蛇吃了，吃他吃他吃他，他憋了半天四倍回合就上了一个眼镜蛇呀。好，吃他。我也觉得点卡。怎么办呢？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？因为刚刚去测网速了，然后已经把各个参数设置都调过了，又卡了吗？太叮狗，是啊，电脑跟不上啊。开摄像头会更卡的，北迷们，你们别当我是电脑小白啊，我是这个正一个玩家啊。我还是懂一点点电脑的。合适的帧数我设800了。卡斯丁狗，我想看一看啊，点一下撞一下还是打不死啊，咱不会拿火球去打他吧？看一看啊，怎么打呢？快给我出出主意啊。
用火球打呀，浪不浪费呀？打他来，保护我的水元素，打了他。冻上它，这转呢？其实转主要场上水元素，对吧？水元素你撞了它，冻住它，很转的。这样德鲁伊下回合就不能咬我了，这是最转的。留留贴吧熊，其实我不喜欢贴吧熊的，它长太丑了。女的嘛，都是比较这个注重外表啊，看不到卡牌的本质。就是挑那种好看的，那个你们都叫洗脚大师，就是那个诅咒教派领袖，我就嫌他难看，我可讨厌他了。其实他还是挺强的。完啦，好，来风头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绝对啊！我想想啊，上这个过牌呢，还是上风头呢？来上风头，浪费一飞就浪费一飞，压死他！收工了。哎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，你们想法跟我都差不多，看来你们都跟我一样，都是高玩儿，对吧？都是高手。我竞技场最高的记录是零胜三败，然后就死了，就出来了。当时是什么职业忘记了，然后就抽卡包嘛，给我一包卡，然后我直接开出一个伊斯拉吧，好像是开了一张橙卡。你需要祝福吗？不要黑我，我没有正常水平，我就是一个很逗的小菜鸟嘛。完了，开始坑自己了，这怎么办啊？看一看啊，撞一下，点一下就没有了。看一看，撞。但是上宝宝的话就非常的不合适啊，对吧？咱们这里这样吧，上阿玛尼狂战是吧？然后点一发，对啊。先把它撞了。都是你了。我想风头踹脸，我觉得上一次风头不踹一发脸的话，不划算的。来，是时候流点血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自己组卡是几乎不可能考虑带风头的，但是竞技场有风头，我一般都会带两个，就把它当那个高费的卡片用。打圣骑士的时候比较心虚，有的时候也会赌一赌直接上。这怎么还有个明天天气呢？看看，哎，他加 buff， 他没有横扫，他缺 AOE。三国杀呀，三国杀下周播，周日说好播一下五十的。哎呦，我可没有回血的，这老伙计不是要打脸打死我吧？我了个去！看一下啊，风头没有了，如果硬撞的话，不好玩。咱们现在九费上不去这个，我想把风头捐出去啊。哎呀，想想啊，想想风头捐出去，风头捐出去只能打他。我想，蛋疼，想想啊，阿曼尼变武功。先捐了他吧。看一下啊，然后呢？我没有时间了。上这个，真就是我的盾牌。你要让谁流血？你要让谁流血？来，视频看不到，刷一下吧。我觉得他打得好凶啊，他直接打脸，关键他麦田傀儡加先祖之魂了。哎呦，他要直接打脸啊！这德鲁伊好凶，
没关系，我有烈焰风暴，就看来不来。我三张烈焰风暴呢。哎，他为什么？他这就为了过牌呀、啊？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德鲁伊打得太凶了，无脑打脸呢，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！不知道他手里是什么牌。你看，用脸去卖，然后呢？刷新一下，还好，我觉得我能赢，不能说我能赢啊，说我能赢吹了点，就是说我绝对是有希望的。你看他结场他亏卡，他用了这么多张卡，是不是？咱们现在是绝对有优势的，我们先上宝宝，水元素肯定要上啊，上贴吧熊还是直接上清笑呢？我看看啊，咱们是九费，两费点了他还有七费，七费的话上水元素跟清笑，还可以上一个二费的这个。嗯，来吧，给我个任务吧，对吧？上水元素，上镜像，把它点了吧，不上镜像了。再刷一遍，来上镜像，收工了。把任务达人养起来嘛，其实点了好，结场好。贪，说的对，我贪怎么办啊？永不陷落。看啊，咱把任务达人养一养嘛，对吧？因为我有烈焰风暴的，下回合来烈焰风暴一起扫呗。哎，用不用啊？他没有成卡吧？把羊用了吧？我看看啊，这个圣盾怎么破啊？咱们变四五也行。想想啊，十费回合是吧？四加三这是七，七加四十一，不够啊。想一想啊。来，是的，过牌吧。我真的没有开快播，你们总在忽悠我，真的没有开快播。我想上这嘲讽，然后五五吃他呢。来，为了国王，为了荣耀。对吧，把它吃了，对吧？然后咱们上个贴吧熊，接受任务。好，就这样铺满了，估计他没横扫，扫不掉，那两血的。来，我是女神的利刃。他搁这儿加血又来了。哎，他怎么这么多野性印记啊？哪有狗头加横扫，你当然自己组卡呢，要什么来什么。我跟你说，我脸可白了，看我给他变了。来捏，变，赢了，应该赢了。他就是裸摸一个横扫也没什么用啊，是不是？来，待会儿他就认输了。好，狗屎运又要赢了。应该上这个算了，接受任务。动上啊，他都不能动的。为了荣耀，看我多强，下回合他就飞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咱再上一个小人儿。收工了。哎，我的排序有问题啊！不要吐槽，我肯定赢了，就这样了啊。先冻上他，接受任务。好了，赢了。
哎，我觉得他那局为什么不结场呢？就无脑打脸，吓死我了。就是我上风头的时候，他不去解风头，他打我脸，真的吓坏我了。我以为他有什么牌能秒脸呢，还好啦，普通的德鲁伊没有成卡的。哎呀，嗯，哎，谁说我打不到五胜的？刚刚是谁说刷屏说打五胜的问题的？我要打到五胜怎么办？嗯。来，咱们继续啊，看下局。嗯，凉拌能行吗？你们有人说我打不到五胜的，娶我得来点实质的东西吧？光喊娶我能行吗？真的？好的，我七胜了，你吃显示器啊？耶，不是三国杀呀，我今天播炉石的。当心。哎，还有工程车呀！我知道卡组里有工程车呀。多大房子啊？房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得爱我呀。看一看啊，咱们换不换呢？寒冰剑留着吧，工程车留着吧。打盗贼呀，四血的工程车，留着。独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娶不起你，我没有大房子啊，娶不起你啊，完了，要卡手了，完了完了完了。但是来烈焰风暴了，你看刚刚我的烈焰风暴打的结束了，烈焰风暴一张都没有出，我运气很重要啊。开启传送门。嗯，看一下啊，完了，咱总不可能寒冰剑打他吧？打了，这个宝宝不打掉怎么办啊？打，不管了。哎呀，完了，我一定卡手。二三，上他的话。加刀砍一发，上狼人还是上工程车呢？ baby 们快帮我出出主意，让我想想啊。嗯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上狼人还是上工程车呢？狼人是白送的，就这个。收工了。哎呀，工程车，看一看啊，秒点伤害，完了，这个也还好吧？好粗大的说，你们太逗了，很粗大吗？好，挺好的，这个卡抽错，咱们直接把它冲了，来。为了国王。嗯，三国杀下周三吧。带炉烈，带烈炉，带烈炉是什么意思啊？没关系，这样啊，我竞技场打输了，我就去打三国杀，怎么样？竞技场输了，咱们就去三国杀里面点元素，好不好？看一看啊，上风头，想想啊。上风头，来风头，风头走起！你在开玩笑？你去进去吧。为了荣耀，好。风头长得像只狐狸似的。你在开玩笑吧？哦天哪！嗯，他也上风头了。风头，我们暴风雪。嗯，想一想啊，看一看啊，暴风雪啊，两点伤害，烈焰风暴四点伤害，不错，来来来，来踹他一下。打他脸，踹他，没事儿，我有三张烈焰风暴，待会儿他上什么玩意儿，咱们烈焰风暴清场，
他又不能给他的风头加血吧？谁？他要截我的风头啊？不是吧？啊？他风头是被拿回去了吗？卡住了耶！哎呀，卡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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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风头在不在呀？他应该拿回去了吧？刚刚那张卡是把那个拿回去吧？哎，我看一看啊，这张卡啊，猎炉之机，他的风头还在是不是？看不到哎，嗯，这样吧，换了换了，咱们换了啊，上一个卡，卡在这里是什么东西？这个牌我不是很常见啊。连击，咱们这里边上三三，上狼人跟这个，刷一下，刷一下，刷一下，我想。没有时间了，来，上这个，好啦，他 AOE 不都用了吗？就这样了，刚刚他已经用了好快那一下，然后这个卡片就卡在这里了。你们看可能不卡，我这边看的是卡了，一直这边悬空一张卡片。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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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说他打狼人还任务达人？他把狼人打掉了呀，他打的是狼人啊，他为什么不打这任务达人呢？ baby 们，值不值一张烈焰风暴？四四二二，来来来来，走起走起，没办法，烈焰风暴就是多。接受任务，但是就这样吧。成功了，目标诺森德。完了，任务达人还是没有了。咦，砍脸啊！烧死这对新郎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这个还是挂在这里的。完了完了，没有优势了。咱们把烈焰风暴憋一憋啊，憋一憋，憋一憋，憋一憋。鱼人，点脸呢还是点他呢？四二二两血，他撞，他应该会撞这个吧？我还是有优势的，毕竟有一张烈焰风暴嘛。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过牌的这个技能吧，就算是点脸呢还是点他呢？点脸，还有两张火球没出呢，火球护他脸就十二血，看我的神兽卡来。钢铁就是力量，双狼士卒准备应战。哪个铸剑师啊，待会儿给他变羊。这张卡片一直就卡在这里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火球来了呀，火球来了，火球来了，咱们还变羊吗？把它给变羊。这个对面的盗贼有几张手牌在手里，我没太弄明白。看一下啊，吃了这个吧。我打脸吧，我觉得打脸已经差不多了，能挺住吗？能挺住就打脸来。火球是六点伤害哈，来打脸。收工了。没事，咱们待会儿烈焰风暴清嘛，有什么关系？他不就六血吗？
应该把火球留一留哈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告他，让他吓死他，让他知道我手里边剩个岩爆术，我想吓死他，逼他结场，看裸奔，裸奔最爽了，宝宝宝宝来，无面操纵者就这么用了呀，咦，他这是干啥？他也在抢血耶！快神抽，把我火球给我，来，咱们想清场，随时可以清场，有血元素啊，嗯，好东西，血元素跟烈焰风暴不能一起上啊，蛋疼。想一想啊，再等一回合，再等一回合上烈焰风暴吧，上水元素吓他，撑几回合呗。来，对不？啊，咱们叠脸，下回合他再上宝宝了，我们再烈焰风暴，他还能秒了我不成啊？对吧？他现在需要解水元素，消灭刺杀，这都用了呀。哎，这个盗贼的卡真不错耶，这么多张紫卡耶。嗯，哪有火车王？别瞎说，看我的。你们就互相加吧。这回合我烈焰风暴清场了，我的火球呢？好，抽两张，火球术啊，火球术啊，来清场，再不清场我死了。无中生有，我的火球哪去了？他三张什么牌？可能是有沉默什么的吧，我觉得啊。耶，好，看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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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点点，他砍我一刀，我点他一发，看谁先死。来。火球呢？火球呢？火球呢？他卡比我多，他手里边那个卡牌比我多一些。哪有火车王？哎，他有多少紫卡了？他有无面，还有那个刺客，就是那个一的那个前行刺客，对吧？然后他还有刺杀，神马都是他的呀。这是什么？哦，他用这个把阿曼尼做掉。那水元素他能解吗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一直没弄懂这个烈炉是什么意思。看啊，他也开始猛打脸啊！砍我呀，砍我呀！我输了，他认输了，他这干什么呀？我的火球还没来呢。好吧，赢了赢了，又躺赢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强脸有的时候无能强也挺好的。你要是不强脸的话，不知道你梦到什么时候呢。我觉得这局我手里边都没有仆从，就是几个烈焰风暴。我没太看懂那个烈炉，我不怎么玩刺客，就是刺客不一直都是各种那个冠军卡组那种打速攻的吗？我喜欢慢慢打啊，那个刺客。